水饺里有满满的内馅，有猪肉、高丽菜等食材，在婆婆妈妈巧手下，不到五秒钟，一颗接着一颗。高丽菜、豆粉、粉条、肉、葱，我们都是感念说哈，警消人员哦不辞辛劳哦，24小时在照顾我们百姓。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尽一点点很微薄的力量，我们只能哈，这些婆婆妈妈就是有这个热心。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做出来，然后用这个热心能够传达给他们有一个暖哦，冬天他们的辛苦，然后过年期间可能有些不方便，那给他们轻一点暖心。安慰我们，那我们也照顾我们安全，所以我们是有一种这种心态。外头天气冷飕飕，每个人头帽大衣都穿上，但里明会堂却很温暖，志工的手没停过，连80多岁的阿嬷都来帮忙。连续10多年，港都姐妹协会号召志工亲自包水饺，慰劳警消、海巡人员。不行啊，头发怕会掉，所以就用帽子这样包起来，哎，顺便保暖也是卫生，对啊，又保暖。天比较冷，然后又碰到真的寒流来啊。可是我们那个卫生我们都还有顾到啦。这是蛮特别的体验啊，以前哈在家里就包一点点而已，那在这里哈都包上万颗的，准备起来哇，那个量真的很多，光是高丽菜就大概200斤了，然后肉也快接近100斤，对，然后还有葱。还有香菜，还有姜，一大堆的东西加在一起。最近那个通膨蛮高的啦，然后我们就趁着物价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先买了一些菜起来。然后早上来的时候，我们大概今天大概8点多，哦，虽然这几天天气很冷，我们还是不怕那个天气冷。大家8点多就来这边开始洗菜，然后切菜，然后开始拌料。全部都一手包办。我们今年哈刚好选到这几天是大家一起决定的哦，可是没想到说刚好遇到寒流，但是即使寒流，大家的心还是很温暖、很热情的哦，还是过来包。然后呢，虽然穿着非常臃肿哦，但是大家还是觉得非常的愉快。我们呢这几年这个。做这个公益活动，我们是都没有间断，即使疫情期间的时候啊，我们也是会事先包好，然后送过去。那在卫生跟健康方面，我们都顾虑到、哦，所以呢，我们都会让他们吃得健康，也吃得快乐。就如同我们很多的姐妹所讲的，希望大家都虽然在值夜勤的时候或者在值班的时候没有跟家人一起过年，也都会觉得好像有家人在一起的温馨感。往年都会包出13000颗水饺，今年破了纪录，短短3天，姐妹们就包出超过20000颗水饺，立即分送出去。那我们同仁在过年期间上班因为外食不容易，那送一些水饺来给我们贴心，慰劳我们，给我们暖胃。那我们同仁也可以在上班之余，还有上班的时间，那自己好好的慰劳自己，送给我们最辛苦的警察同仁，我们要慰劳他们，同时要祝他们要身体健康，然后一切都平安，然后能够为我们的治安再加油再努力。每年都受到基隆港都姐妹会他们做的水饺，特别感谢他们，他们在我们远景最忙碌之余，然后也最没办法在外食之余，他能提供这个水饺，对我们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情物上非常大的帮助。岁末寒冬，许多家户团圆围炉时，却有警消人员在执勤维护工作。港都姐妹协会10年来送暖，让警消人员吃在嘴里，暖在心里。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